国际目前在研究的这件事，这一款用来让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维持血糖稳定的注射剂乙妥赞，俗称瘦瘦针，除了抑制血糖外，还有减重效果。现在被发现说可能让女性受孕几率增加。社群网站上有不少民众分享，他们用了这个瘦瘦针后意外怀孕，因此让大家讨论说这个药物是不是可能带动一股婴儿潮。虽然没有构成任何安全疑虑，但专家认为减重原本就跟受孕相关，女性减重后因为生理期变规律，怀孕几率就会提升。不过乙妥赞是不是真的对怀孕有帮助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佐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